家好，我是爱煮家，今日同大家介绍一个 XO 酱炒陈村粉。陈村粉上两集我都有介绍过用排骨嚟蒸嘅，咁今集咧我就介绍用嚟炒噶啦。镜头影到前边嗰个咧就用机器打磨嘅陈村粉，咁啊用嚟炒噶啦。后边嗰啲咧系用手工制作嘅，咁就可以用嚟蒸噶啦。陈村粉系广东顺德嘅一道传统名菜，嘅口感爽滑、透明、弹牙。顺德人经常用嚟做早餐同埋宵夜嘅一道美食。今日就用芽菜、洋葱、青葱、XO 酱嚟炒陈村粉。依家就嚟调校啲酱汁，俾一匙羹嘅生抽，一匙羹嘅老抽，一匙羹嘅蚝油，一茶匙嘅砂糖，仲有半茶匙嘅鸡粉，然后就捞匀佢。陈村粉将佢切细段备用。烧热嘅油锅，倒啲洋葱落去爆香，炒下佢，等啲香味出晒嚟，再倒埋啲芽菜落去一齐兜下佢，全程要用大火嘅，如果唔系咧，啲芽菜好快就会飙水噶啦。再加入啲 XO 酱落去，味道更加出味啲。再倒埋啲陈村粉落去一齐炒，陈村粉吸收 XO 酱嘅味道，更加野味。兜匀咗之后，你会睇见啲陈村粉都黐满晒啲 XO 酱。跟住就倒入啲调味料落去一齐兜匀佢，炒到啲陈村粉全部上晒颜色。差唔多得嗰阵，加入啲麻油，更加香味啲。再加入啲青葱，颜色更加靓啲。再次兜匀之后，就可以铲上碟啦。热辣辣嘅 XO 酱炒陈村粉就完成啦！我中意 XO 酱嘅味道，再加翻多一匙羹，令到个口感更加丰富啲。依家又嚟试食嘅时间啦，我唔客气啦。普通嘅陈村粉，只要你花啲心思，都可以把佢变得野味生动。陈村粉吸收了 XO 酱的味道，非常之鲜味，绝对比你有惊喜。今晚不知食乜好，那就用 XO 酱炒陈村粉给你的家人做晚餐，希望大家都会喜欢我的影片分享，大家乐厨共享。